叫盛宇，他说可以叫他阿盛，他喜欢朋克风跟视觉系的风格。对，那各位不要认为说穿这个风格的男生都很冷哦，他其实私底下是很幽默的哦，超搞笑的。除了一些潮流或者是嘻哈的打扮之外，另外一种选择哈，朋克也是可以很帅的啊。